你们接下来的这个考验啊，我觉得是一种享受，可以坐船，然后又可以看动物。来，我这边呢就有几个不同的动物啦，在整个行程里头呢，你们会看到的，比如说大食蚁兽、褐头猪猴，这个是美洲豹。 还有美洲红鹤圆驼，其实啊，从它的字面上，你就可以猜得出了。然后你就拍个照片，旅途愉快。谢谢你，大家，不要掉下船哈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呢，是翠洛森林，那里面呢就有待着来自不同热带雨林的野生动物。那我们要进去里面找五只不同的动物。二指树懒。美洲鬣蜥、小蜥鹿，巨嘴鸟、白面生面猴，可以。好了，好，走，我们进去。这些动物是否真的人如其名？就让我们看看网红们能不能顺利的通过挑战。哦，哇，哇，哇！哦，可以，这个，哎，鱼到来了，是呗？ 那个猴来了，猴，这个是那个猴啊，哎，那边，你看那边，哇，好像面鸠这样哎，美洲豹，豹是什么？豹是豹，哇，豹是哈，哦，哎，哎，杰瓜，哎，我觉得这个美洲豹就是刚才那个杰瓜，豹是杰瓜来了，啊，对，红鹤，鹤是那个飞的，好像它们这样，它是它们呢，这个是 flamingo。 你看这个是什么？哦，so cute！哎呦，我喜欢这个，这个是 capybara， 可以带回家吗？现在进入了这边了啊，开始要找这五只动物。那只好像是树上那只是树懒，那个很懒的。好，二指树懒，这个找到了。啊，找到了，小溪鹿，小溪鹿。哎，这里，兄弟，不要跑，不要跑。这只是什么？巨嘴鸟。对了。 哎，哦，哎，你不要哦哦哦，快点拍啊！这只是什么？美洲鬣蜥。又答对了。哦，这里，哦什么？好，这只是什么？白面生面猴。叮咚叮咚，过关。耶，那现在给您看一下圆驼，我就算你们及格。耶！你可以上 Me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你在说什么视频。